我还真费劲呢。嗯呢。说谎，有时候。张丹娜，她过来整了呗。嗯呐。锅里大家都有。给她拍成饼。妈，你觉得是啥饼呢？和面饼吗？吉祥玉米饼，这是。国会色彩的呢。我还真费劲呢。嗯呢。说谎，有时候。好了，出锅。我这小子，把这一搁的。你吃饼啊，趁热乎吃。这真的饼，那酸菜汤没比的，就得饼。这芹菜味儿挺好吃。嗯。我能打一把啊，你要打什么呀？看我，可都行。好，一次来这一个人不吃了。这不用加加面吗？酸汤烧土豆也挺省是吧？嗯，应该这个。那拿不拿过来？拿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